宝哥，你谁呀？大师傅啊？不是，那什么，他是宋小宝，我跟你说了吗，老公？哎呀，宋小宝啊，哎，大腕儿啊，不是什么大腕儿，不，你这大腕儿咋上这吃饭了呢？你这点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来，服务员来，服务员，等等，等等啊，哎，我发微博了啊，先让你点点什么，说，来，最贵的，最好吃的，鲍鱼、龙虾全上。哥呀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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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。这已经够我吃了，点多了浪费。不是，咱们燕儿喜欢你，我也得好好喜欢喜欢你，对不对？点吧，不是，没事，再点吧。我老公有钱，不是，无所谓，点你啊。真不点，点，点。那实在要点的话，点个鸡架吧。哎呀妈，这么大腕儿就点一个鸡架啊？够吃了，十个鸡架，两箱啤酒，齐开，来来来。这不是。老公，不是，我不能喝酒，哥。啥玩意儿？骗谁呢？这么大腕在外边混，不会喝酒啊？啊？但是这桌上酒谁喝的？你不会喝酒啊？大师傅，我怎么的？瞧不起我谁说话呀？来，不是，我敬你，我干的，水。酒真不能。玩的啊？玩的是吗？我真不能喝，您喝多了。不是老公，不是现在刘德华过来敬你酒，你不喝呀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